凤因为豪爽个性，在演艺圈交友广阔，对朋友相当大方的她，平时送礼都丝毫不手软。近日她在主持节目休息时，遇到不久前才刚生产的蔡允杰，就特地送上名牌包当礼物，让蔡允杰整个又惊又喜。同时，陈美凤也对蔡允杰说，大多数的人在生产后都是会送女儿礼物，但是她想了想，还是想送东西给她。就是想提醒蔡允杰，当了妈妈以后，还是不要忘记要好好爱自己。让蔡允杰听了马上泛泪，觉得这种被疼爱的感觉实在是难以言喻，也忍不住感叹表示，能被凤姐疼爱并记住，真的很感动，并表示一定会把包包当成传家之宝，留给女儿，并让她知道爱自己很重要。Bye.